好，今天给各位示范说怎么这个旋转泡泡要怎么样打败 S。那我发现一个方式，就是你无论如何啊，就是最好是都是两条格子，你就要消了。然后如果对方他攻击你的 S 攻击你的时候啊，把你一直堆叠上去的时候。你再利用他的积木做反攻击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之前，你就是要利用，你要赶快堆高，然后利用大概2、3条才做去消除的动作。你不要一条就要消了啦。当然啦，你如果很高的时候，还是要赶快先消。然后再来一点就是不能失误啊！如果你有失误，就整个都不用讲了。然后还要利用他把你堆上来的去做反攻击。比如说，你看他现在把我堆上来了，这有一个缺口，你就要尽量把它全部消除。也不用担心了，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不过现在有点高哦，现在有点高，你就要赶快了。有点高，你要赶快了，不要管攻击，不然他会把你弄上去。但是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啦，就是说尽量不要有这种。堆叠失误了。看我现在的策略就是左侧嘛，然后左侧要把它堆高，左侧要堆高就等长的过来堆高，还有再来就是要削下面那两个空格的。好，那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要利用。对方给你的那个缺口，这个缺口我就利用这个缺口，我再继续堆叠，哇，没有路可走嘞。所以这个运气也是很重要咯。刚才顾在讲解，刚才顾在讲解，头脑有一点不灵光，所以要认真一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看这里有一个3条的，我们就尽量堆高，等待机会，看能不能吃这一条3条的。然后现在又有2条的，这里有1条。那吃这一条的原因是，因为下面那个才一格，所以我们要赶快。好，这样是不是有2格了？然后我们继续着陆，再吃2条。因为这个旋转泡泡，这个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术语啊，所以我只能说什么吃一条，吃2条，吃个3条。然后我们现在再等2条，这里又2条，再2条，好，堆高，堆高，堆高，那边。那边再等个3条，好，但是这边要赶快消掉了，因为你看下面那个是不规则的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消掉。来，等个3条，
再来个两条。不要尽快，赶快消了吧。好，那我们要看到底部是对方攻击我们遗留的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继续做路，不要急，继续做路，然后一次让它上去。一样着陆，但是因为这边已经不太好，那我们就遗留到右边继续着陆。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我的攻击都至少有两条以上，现在都有两条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但比如说现在下面这个不规则，那我们就赶快一条也可以，因为我要赶快想要把它弄下去。我要赶快到哦！现在是下面是不是又有两条啦？下面有两条，我们就要开始慢慢堆，然后利用这个来把它弄实。看，我就慢慢堆，就是利用它把我堆起来的，利用它把我，然后我才这个再让它这样子，这个让它这样子。不过这个走法有一点危险啊。但是依然可以留着右边三条吃个肉。中间。好吧，没得玩了，赶快先吃肉为主啦。就是电脑啊，刚才他一直不给我要的，他一直不给我要的呢，那我们只好自己做自己要的喽。还有时候你在很上面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放弃啦，因为这个有可能。就是转机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相对的就是堆叠越高啊。等下让它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很快，就会很快让它下去。所以，除了速度以外，就是头脑要清楚一点，头脑要清楚一点，就是说，现在要干啥？现在要干啥？不要急，哎呦！现在要干啥，孩子？哎，孩子，你怎么把另外一边堆那么高啊？所以就是。消除的过程，准备着陆喽。好，像这边有两格的，那我就是等这个。
称之这个为自然做球法啦。就是，你看右边又有一个孔可以了，那我们就等待那根长长的过来。哦，我们这边赶快，这边就是尽量要赶快。好啦，有啦，你看。这边那个孔在那边，所以你就是尽量堆堆高以后等这一个。好，这边又有是不是又有三个洞了？那三个洞，我们再把这边堆高，然后如果这个再下来，好，现在是不是有两个洞了？没有，不管它了，先吃了。所以现在的目的就是，你现在看我们下方有一个是，这边就要赶快消了。下方那边有两个的，那我们就要吃那两个的。所以这边的就是要快一点喽。你要赶快把那个缺口把它弄出来，不然。好了，又有了三个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等待机会。一边着陆，一边就是要看那个缺口。一边着陆，一边看缺口啊。尽量是把缺口做到那个，尽量把缺口做出来。好，又有了缺口两格的，那我这两个我就不急着吃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好了，吃一吃好了，就是。其实应该要再，可以再堆高一点。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赶快先解决，不然他会把你送上去。然后其实我现在的操控就是。也有一点迟钝，因为电脑蠢蠢欲动要作弊，就是我现在的控制啊，其实是有一点不大灵敏，所以你就是要很小心啊。重点的是袂使失误，不能失误。可以嘛？尽可能不要失误。啊，如果失误了，就是要赶快。失误你不要马上骂出脏话来，你要赶快想办法。像这边又有两个洞可以了，OK。那我这边是因为。下面很没有规则，所以没有时间跟他在那边慢慢堆叠。
先把这边消除完再说了。可以做2至3条的是最好的，可是有时候你看他不给你。给你的时候，你真的不能管很多了，你要赶快削啊！你不用这，你不要在那边等他啊，因为就是伊袂合理啊，他不等你，他不给你。赶快削，好了，你看中间那边有四个了，那我们就不要急着削它，就是尽量堆，尽量堆，加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虽然你刚才那边是危险的，但是相对的，如果你赶快，它就会制造更强的攻击回去。看，我现在就在等待，现在就在等待。好了，这边那一根长长的下来的时候，就是伊的死期呀。就是送他上去，这边我也不急着把他送上去，就是至少都要2条。好了，这样子啦。那刚才是，这个路不是很好。电脑给的这个路不是很好，但是你还是不要管，你就赶快消就对了。但是就是要好一点的时机，好，数掉啦，S 就这样数掉咯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局了，S 的安内的西奇啊嘞。刚开始就是老方法，能堆就堆，因为刚开始大家都一样。刚开始他也会让你攻击，他也会攻击哦，你不要以为。所以刚开始都不算什么，刚开始你堆很高攻击他，那也不算什么。然后你随时就是要找出一条缝，比如说我现在把缝。堆在右边，那我就等待右边这样子。好，左边又有缝隙了，左边有缝隙，那我们就把缝隙留在左边，等一下就一次这样子。啊，因为你看我们下面两个是不规则的，你下面两个不规则的，不规则的，我们就是要赶快削啊！啊，比如说，哎，又有啦，这个又是两格的，两格的可以考虑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看，你利用他的，不要急，然后再一次让他，你看，然后我又故意，他把我攻击的东西，我又故意堆叠，又留4条，那就不要，他就不要让我有那个哦。让我有长条的出来，总而言之，你要一边就是，好，
先消，然后再利用他给你的道路去攻击。你看一下那边有两格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不要，我就是一直把它堆高。但是现在有点危险，还是先把它搞定好了。然后这个我就不要，我就是要给你堆高。好了，吃掉了。有时候也不能就是贪呢、啊，贪的艺术的功，你想要很高，不用啊，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该消还是要赶快消掉，不然它会越来越高。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比较麻烦，就是不规则。好，这样稍微有一点规则，稍微有一点规则，我们就可以堆啦。全真没办法，电脑它给我的就是不好的，不好的摆啊，给我不好的方块，你就赶快消，你就不要管它了。对，然后才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基本上都是维持两条吧。就是你在消除都是尽量维持两条，但是为了要赶快让那个底下的那个缺口跑出来。可能就是一条也可以。好，缺口跑出来啦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做个路好了。右边缺口跑出来啦，右边缺口跑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赶快叠了。S 是很厉害的，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停，赶快。像刚才我那边有一点失误了，但是你还是要继续。还有点失误，就把它当做，就把它的失误当成攻击好了。现在这样子就是比较危险，可是比较危险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在攻击的时候啊，就会比较快，所以你也不要害怕，但是你感觉不大对劲了，你赶快继续做路啊。
crema。好，我把缺口先弄在那边，弄在左手边，所以我现在我就不急着。缺口在右耳边，好，缺口坐在右边。好，缺口在这里。缺口既然在这里，我们就哇，信哦，有点小失误，但是不管了，有点小失误还是。小失误还是要继续啊。刚才就是，刚才在想代志啦。是我刚才在想，忽然在想事情，所以哎。刚才在想事情，所以这一局失误掉。没关系，我们再一局看看。所以这个很专心啊，刚才在想说要吃什么东西，所以用到啊，是要吃啥是冲啊，你就一个疏忽哦，你一个失神，你都无去啊。就是有时候要认真一点。稍微专心一下。专心，别了，莫去想啊，莫去一直想要食啥，莫去食，无爱食啊，不要
带想吃的了，就是先这样吧。专心一点，专心一点。轻一点啊！太高了，我们要降低一点。降低一点以后，降低一点以后，低一点以后再来制造路线，制造让它死的路线。隔了，你想要干嘛？噔噔噔！抬高，抬高！买个球啊！不爱借啊，不爱行啊，不要再想了，不要再想吃的喽，不吃喽，今天不吃东西。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吃东西呀？哎，哎。在按的过程就是快很准儿，两格来喽。
这个好了啦，不要急好不好？我们等这个，这样子，等这个这样子。干什么你？你又在干什么啦？你又在干什么啦？阿里亚西，你说啥呢？阿里亚西，到底要说啥？你到底要洗什么？你到底要洗什么啊？阿里亚西，你到底要洗什么？啊，所以好的，所以 S 就这样干掉了。但是这一局我中第二场的时候，有点在想要吃什么，我现在去买东西吃。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就是专心的打，然后一直堆叠。好，那就是破解的方式，不然我现在就是大概都是两场都可以直接获胜了。刚才是有一点失神，你一分心就会输掉，所以这只网 S 就是不要开玩笑。再讲一遍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堆叠至少要两个或三个。第二个就是不能失误，第三个，就是你要利用他给你的格子去做反击，他给你的格子你要尽量在堆高后再消除，然后连续的攻击就会获胜。好，那就这样咯。